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topic 终极词汇的名词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练习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练习是什么。那么第一题呢，都是要把这个正确的答案填到这个空格里面去的。我们看第一个，저사람은술만마시면남에게시비를거는나쁜什么呢？있어서친구들이같이술을마시려고하지않는다。那么그사람은那个人怎么样呢？술만마시면술을마시다喝酒啊，술만마시면只是喝酒的话呢，남에게给别的人怎么样呢？시비를걸다啊，我们说걸다什么意思呢？시비를걸다是个固定搭配了啊，这个搬弄是非啊，就是挑拨别人或者是惹别人，搬弄是非的话，我们做什么呢？시비是非的意思啊，시비를걸다。那么在这个걸다리을的받침对吧？리을的结尾，那么它跟这个는啊니은结合的时候呢，这个리을呢要去掉脱落掉，所以就变成什么呢？거는啊，시비를거는나쁜什么呢？나쁜버릇이있어서，因为有不好的这个毛病，不好的习惯，所以呢，친구들이같이술을마시려고하지않는다，所以呢，朋友都不想跟他在一起喝酒了，对吧？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경험啊，경험是什么意思啊？经验的意思。第三个呢，자랑，자랑什么呢？자랑스럽다，这个夸耀或者是自豪的意思。那么第四个呢，소원，소원什么？心愿的意思啊，愿望的意思。那么这个버릇，버릇이있어서啊，有这个坏毛病的意思。这个버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了，对吧？我们看第二个，그는성공하기위하여열심히什么했지만실패하고말았다啊。那么这个고말다，고말았다什么意思呢？是最终怎么样了？最终这个结果呢，是我不期待，但是这个结果发生了。那么我们就用这个고加말다啊。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可能성공하기위하여，성공하다是成功，对吧？那么기위하여为了成功，他为了成功怎么样呢？열심히，열심히怎么样呢？했지만，열심히노력하지만啊，虽然是非常努力的做了，但是呢，실패하고말았다。最终呢还是失败了。那么失败这个事情是我他不渴望做的，可是却又发生了，我们就加什么呢？실패하고말았다。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상상啊，상상是什么？想象的意思。第二个呢，努力啊，努力。第三个呢，경험啊，经验。第四个呢，경력啊，경력什么意思啊？经历的意思，经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题和第二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题和第四题。第三题是什么呢？什么가크면클수록결과가좋지못했을때는실망도큰법이다。那么什么가크면크면클수록，我们说什么면什么수록啊，가면갈수록크면클수록啊，越怎么样就越怎么样啊。那么什么东西越怎么样呢？就결과가좋지못했을때，那么这个结果呢，不好的那个时候呢，실망도큰법이다，那么这个失望呢也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我们说期望越大就失望越大，对吧？那么哪一个是期望呢？기대啊，기대가크면클수록，期待呢越大，那么结果不好的时候呢，실망도큰법이다，那么这个법이다是什么呢？큰可惜다一样的意思啊。那么第一个呢，기회啊，기회，机会，我们说抓住机会怎么说呢？기회를잡다，那么错过机会怎么说呢？기회를놓치다啊。那么这个呢是什么呢？기호啊，기호是什么呢？喜欢的意思，对吧？那么第四个呢，기후是气候的，气候，天气，气候啊。我们看第四个，그여자는만났다하면아들이돈을많이벌고인기가많다면怎么을하는통에다들질색을한다啊。那么그여자는만났다하면啊，那么只要是见了这个女人的时候呢，아들이돈을많이벌고，那么说他的儿子呢，赚了非常多的钱，돈을많이벌다，赚很多的钱。那么呢，인기가많다면啊，说儿子的人气非常的好。那么呢，什么하는통에，那么这个는통에是什么？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原因，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다들，다들，别的人呢，大家都怎么样呢？질색을하다啊，질색하다什么意思啊？都很讨厌啊，因为他总是夸耀自己的儿子。那么呢，什么呢？夸耀是哪一个呢？자랑啊，자랑을하는통에，在夸耀自己儿子的这个
情况下呢，他的其实这个很大，别人都不喜欢。那么第一个呢，宽懒是观览的意思。第二个呢，maar tatun 啊，吵架。那么这个 tatun 啊是吵架的意思。那么 maar tatun 啊就是用这个嘴啊来吵架的意思，对吧？那么第三个呢，感动啊，非常感动的意思。那么这一选什么呢？擦浪儿哈达啊，夸耀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第五和第六题啊。第五，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 to be 的终极词汇名词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希望大家继续看我们动词、形容词等等一些别的视频的内容啊。那我们下节课再继续见面了。여러분수고하셨습니다。